天呢，除了例行的跟里长打招呼，找机会跟我们的里民们问候之外，也会持续谈到我们对于松山机场迁建的想法，以及后续的规划跟主张。其实我们谈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，但是他们其实没有冲突。我昨天提出来的是我们对于消防人员人力的补充，以及老旧车辆以及装备的汰换。那这跟王议员谈到的勤务加急、危险加急、加急等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以台北市为例，台北市的消防人员编制员额2000人，预算1900人，实际1800人。所以我们光从台北市也看到人力是非常的吃紧。在老旧车辆超过15年车龄的消防车辆中，台北市的车辆的比例就占超过30%。那当然过去的努力并不是为了以后要求什么样的回报，但是这样子说我从来没帮过别人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偏离事实，真的是太远了。其实我们看到我的竞争对手从参选第一天开始，只要有机会就坚持着喷口水，只要有机会就持续的谩骂。我真的是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要配合人家的口水，配合人家的谩骂。我们知道候选人最重要的任务是面对社会大众的检视，面对我们选民的检验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几个礼拜以来每隔几天就在街头宣讲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地举办人民投家来发问，让所有的选民们可以跟我们面对面的有问必答，这是我们对选民最基本的尊重，也是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认真看待、严肃看待的一个任务跟功课。